的类型是什么？出发就可以说是什么？哎，健步如飞。你好，不愧是年轻人。没有，不痛吗？你也很健康哎。对啊，你好健康哦。等一下，我脉很通哎。厉害吧？哎，我们这个一大清早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要去梦话。进去哦，单轨列车我们只要坐2公里而已。哎呦，但是2公里却要让你很壮观的感觉。那我们到了那边以后，我们还要再搭三缆的三条线的，就上去，帮帮帮帮，往那个最高峰，越南的最高峰去。哎呀，哎，听着是不是很羡慕，很想去那边？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，往梦话前进 ，Let's go， 走走走走。迪士尼哦。哎呦，哇塞，厉害！我现在两个列车一起在这里要会车。你们好像在跳舞，好像有说哈，有在像在跳舞。你 OK， 我 OK， 然后就有说这样。宝贝，阿丹，按喇叭，按喇叭 say hi。现在我们要往最高的地方爬了，有没有？最高峰。哦，左边就是黄连山脉。那我们往上面再过去，那边才是番西棒，很漂亮。哎，下面的那个梯田花好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你看，真报到了。高级高级，好像迪士尼哦，这很像迪士尼。哇呜哇，又是不一样的风景，而且有空拍机。对。嗯，该不会不小心要在那边玩一关吧？哎，这个花园有点不妙哎，有旗子，哇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哎呀，黄旗倒了，哎呀，黄旗倒了，黄旗倒了，哎呀，黑旗啊，就是说不要叫别人。来，哎，欢迎来到 Fancy Pan 番西帮，有没有看到这边叫做番西帮？然后这个等一下我们才会去搭缆车，在搭缆车之前，这里有两根旗子，大家看了毛骨悚然的旗子，有没有？哦，来一起来看看，快！墨镜举牌王，等一下呢，会四个角落分别会放8个字板。然后你们从中间出发，往那个4个方向走，拿一个字板回来之后，只要有配对成功，就过关。你们要配对到6组，哦，这个时间才在6组。我只是在想，需不需要，有没有办法说，大家回去拿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大概的目标方向？笔画吧，笔画，越少的先。以那个领域里面，笔画最少的，对。哎，这是小双的，所以是女生穿的。哦，应该是有大的脚吧？上次有看，他有出现过。好刺哦！如果我们大概知道他们的类型是什么，出发就可以说是什么。哎，健步如飞。你好，不愧是年轻人。没有，不痛吗？你身体很健康哎。对啊，你好健康哦。等一下，我脉很通哎。喜欢，好吃合理哦。啊，好可爱哦，我好通哦。我会从。他这个很可爱，我跟你们还有充气哦，他这个很可爱，有充气的吗？